当地时间五月九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布达佩斯应邀同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夫人纳吉共同参观布达王宫并查叙。纳吉陪同彭丽媛欣赏匈牙利海兰德瓷器和传统刺绣技艺展示。彭丽媛表示，匈牙利精美的瓷器和高超的刺绣技艺令人印象深刻，瓷器和刺绣是中匈两国文明的共同符号，期待两国艺术家们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文明交融。彭丽媛和纳吉听取了王宫圣伊什特万厅修复情况介绍，彭丽媛赞赏匈牙利专家精湛的修复技艺，希望双方在文物保护和修复方面加强合作，让历史文脉更好传承下去。彭丽媛同纳吉进行了友好亲切的茶叙。彭丽媛表示，匈牙利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人民热情好客，中匈两国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亲近感，两国友谊有着坚实基础，希望两国友谊薪火相传，历久弥坚。